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2月30日，我现在来到百佳超级市场，想拍一些新年的手信的价钱给大家看看，这样方便大家不用周围去格价。这边有些南半曲奇，都幾多款朱古力選擇喎。仲有啲酒添。仲有啲鮑魚啊，
我哋分享到呢度先啦。临走前，请记得俾个 like， 同埋免费订阅我频道。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